我年轻的时候立志行医救人，我从政的时候立志改变台湾。现在站在这里，我立志壮大国家。 我们都知道，有主权才有国家。根据中华民国宪法，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，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。由此可见，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。 我也要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吓，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，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，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。因此，我希望中国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，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。 拿出诚意，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，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，以对话取代对抗，交流取代围堵。我也要邀请每一位国人和我一起，为孕育你我的母亲台湾喝彩。我们一起用行动守护她，荣耀她。 让世界拥抱它，让它成为国际上令人尊敬的伟大国家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